早安，弟兄姐妹，感谢主啊！这个年假慢慢的就走过去，我们就看见时间是不等着我们的啊，无论再怎么样好，那也会过去。那所以反过来，环境再不好，弟兄姐妹靠着主，这些也是主也不会让我们永远都在不好的在困境当中走过去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上帝要恩待祝福，预备你自己的心来面对新的这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就感谢主我们知道日子如何，力量就比力如何。虽然好像环境不见得好像越来越好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上帝会把得获财的恩典跟能力来赏赐给你，让你这今天靠着他，我们就不会就不会有不足或者会有缺乏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6章哈。那约翰福音这也是到了后半部了哈。我们一起来读16章1到15节哈。那因为比较长，我们就选择我们的读第7节，好吗？第7节，16章的第7节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；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；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那弟兄姐妹，先解释这一段呢，这比较不容易明白呢。他说他来了，要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哈。那为罪呢？这个我们比较了解。我们很多人这个在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看见，我们被光照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呢。那我们就自己责备自己。我原来我就是一个这样其实很多的人其实活在罪里面，他并不觉得是罪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当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就把这个罪呢这个原因呢都推到别人的身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性呢。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犯罪以后，那神就来审判他们。那弟兄姐妹们看见神问亚当说，你为什么吃呢？他就说都是他害的都是害他。那神问夏娃说，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？夏娃就说都是蛇害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看见罪要解决罪的问题，不是推诿或者是这个避开这个就不干我的事情。那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。那也许真的是你因为别人会为这个环境为这个原因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什么事情每一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。弟兄姐妹，罪只有一个办法解决，就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。那约翰一书第1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我们比较能够了解。那第二个说为义为什么为义来的责备自己，这是比较难的。那他说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知道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竟然发现耶稣人竟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是极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耶稣没有犯罪，但是人竟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你也许你会说这个牧师，我哪里有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耶稣为什么会上十字架？不是因为当时的，当然是借着当时的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真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见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往父那里去，就证明一件事情，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看见，当我们看见耶稣真的看见认知耶稣是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哇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主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，这个爱是极大的爱。
这个爱触摸了所有的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。这就是为义啊，为义，因为我们做了不义的事情，耶稣是义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当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先那个百夫长在定耶稣的那一些兵丁，那个百夫长说：“这真是一个义人，这真是一个人，这真是神的儿子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，人会为罪责备自己，也会为义责备自己。那第三个，世人要为审判这个自己啊、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不只是为着我们的罪要得到永远的审判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啊，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这个审判，为审判。神这个审判应该临到我的身上，但是竟然临到耶稣的身上，所以就为神这个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感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事情。那当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罪，为那个义，为着这个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我们就是一个蒙福蒙爱蒙恩宠的孩子了。上帝赐福给你，圣灵已经来了。那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我去原是为你有益处。”为什么会有什么益处？因为真理的灵要进到我们里面。真理的灵做什么呢？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听见，譬如说饶恕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说法而已。弟兄姐妹，饶恕是要去实行的。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活，是要去实行的，而不是一种理念，而不是一个教义。那弟兄姐妹，那如果只是一个教义，对你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活，那这个生活我们怎么样去实行？我们怎么能够爱人如己呢？我们怎么能够饶恕那个的伤我们很深的人呢？我们怎么有办法去爱我们的敌人呢？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活得圣洁没有瑕疵？弟兄姐妹，没有别的路，就是圣灵就把我们带进一个我们不可能生活的那种状况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当圣灵来了，他就给我们力量，就给我们能力，叫我们能够去饶恕那些我们不能饶恕的人，那也叫我们去爱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爱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要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不仅是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而且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。你记得那门徒这个很多的人对耶稣说：“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”你知道比拉多也对耶稣说：“什么是真理？”但是他就不听，他就不听了。结果弟兄姐妹，他就失去了所有一切的祝福，那他们就走了，就离开了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真理的圣灵来了。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明白，但是圣灵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进他的真理的里面。上帝赐福给你，与你同在，阿们。